你们好，我在家里看外面那里的鸟。现在那里没有鸟啊，我看一看，要不要过来吃东西？吃里面的东西，里面有玉米。corn 玉米有花生，peanuts 有花生，也有瓜子，瓜子是 sunflower seeds。他们都喜欢吃那里的玉米、花生和瓜子。可是现在没有鸟。哦，我看到有一只鸟在那里，他们不过来了。啊，那没办法了。啊，对，这个为什么有一个 X？这个是不要鸟飞来蹦，倒了，我们不要它们看不到，所以这个 X 他们知道了。哦，看，有一个，哦，它走了。我看一看，哦，来了，它吃东西，太好，很好看的小鸟。它看我吗？不知道，哦，它在吃。它看一看要吃什么。对呀，好啊，我很喜欢看它们吃东西。我们这里的鸟很多很多，很好看的。可是现在，没有过来。哦，它来了，看一看，它要吃一点东西。对了，哇，吃很多。哦，要走了，不是？它还是吃。多一点，哦，走了。哦，还有一只，呀，我看一看，还有一只别的鸟，another kind，它没有来，没有来了。好的，好，就这样了，再见。